花花，哥哥，你怎么还那么见外呢？改改口，弟妹啦。小然，你怎么会是花花呢？因为我和花花是真心相爱啊。你们怎么会相爱？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深深的相互吸引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要约定终生，永不分开。是啊，我还记得那一天发生的所有事呢。 哥哥，以后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，一定要和和美美，幸福福。你说对不对呢，小羊宝贝？嗯，花花，我永远不会和你分开。嗯，嗯。糟了，到了喝药时间了，拿着药来，亲爱的，喝药啦。嗯，喝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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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